炮台怎么那个怎么那么痛？那个塔怎么那么痛？打一下我500滴耶，太痛了吧！你要锤子要的，你看那个帽子真的好大一个哦。fuck， 为什么我完全没听到他的呼吸声？他是运动健将，不会喘哦。他怎么感觉有点累格？为什么这个角色完全没有喘气声啊？临场还听不到他的声音。还有比这台更高进度的，那好，代表有两台高进度。对啊，你看这只就有呼吸声，刚刚那只 Alex 完全没声音耶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只就有呼吸声。哎呀，厉害！听得到，本来就应该要有声音啊！本来，完了，我太早先醒了，还好他没 DH。而且我还有带鸣喘，那个声音应该会更大声才对。可是刚刚那个角色不知道为什么完全没声音。刚刚想说奇怪，我的画面上怎么好像有个人？飞过头哎、欸，笑死！这个会听声音，我已经一开始有想用骗的了，发现他好像是会听。嘿嘿嘿，嘿嘿嘿。手收可以，谢谢44个月。怎么不是掐脸？
应该要有人才对，但可能没人。有脚印，然后这台应该有，可是应该要有一个。因为我差点没砍到他，我听到后来才听到他从那边走过去，才往那边甩。这里应该有菲利克斯吧，如果我没听错的话。太快了吧！没错，菲利克斯。哇，这声音好大声啊！哦，让他很危险哦，三次的吧，那个好像疯了。完了，他走楼上。他为什么有点卡住？他死定了！这只好像饿挂了。哦，本体。因为我刚跟他重叠，是不是？好像是重叠，尴尬。啊！我吐了。哇，这个人真的很猛哎！他刚刚从我旁边走过去，对啊，他从墙壁后面走过去，被他溜成猪头哎！这个是真的有点猛，他有点累。这个再挂就就全部二挂了，绕了一圈呢，要让他们揪，这样我才有办法多攒一个。
五府兵，哎，no， 没有下去的快那个路。我想说，我直接骗他下来，我直接提前下去。你的居然没路。好玩了，他又会走一样的路线。我这样斩他，其实会被修完。No， 那 game 板子太多了啦，很难追诶、欸。他们先补血，好像在这里练。这只乌鸦是信号，这只乌鸦没飞，这边应该都不会有人。他站那位置，人只要稍微跑，只要跑过去，只要不是慢慢走的，他就会飞起来。这只乌鸦也是，蓝色筒子那一只也是。嗯，抓到你喽，你多闪一个。小梳子，咻，恰恰。哎、欸，我发现这个怨灵的眼睛是绿色的耶。你觉得那个、啊？哎、欸，那你就是最后一个带黄斩啊，把它掏出来扁啊，掏出来丢地上，再把它抓起来斩。